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超极限角度解锁。小心的前进，不晓得会遇到什么，都没有敌人哦。这个炼铸厂这么的和平吗？哎呦，摔了一点点血。感觉好像某种大型机器的脚，我觉得。这次好像特别的冷。I'll find a use for you.整个都是冰，水坑，这里应该是真正进到罐里面去。所以这个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前置，真假？雷霆牙哦，太扯了吧！直接进来就打雷霆牙，哦，打就打。雷霆牙，在这种小空间打雷霆牙，要命啊！我近距离打，我最不喜欢近距离打了，你还没绑绳哎。我覆盖它是被电死的，没有，我没有绑的，应该是我掉绿色的绑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给馒头呼呼的，冰尖先补一补，然后这个也先补一补。我等一下，我应该要上多支一点撕裂剑，直接踩。不然现在极难一只应该拆不掉。
我好像没有预留空间给我自己跑，不，卡在墙上。为什么我没有升级我的包包？我有啊，我尽量升级。 锁和陷阱，陷阱应该是有啊，这有效吗？<笑>我看看啊，好像没有冰冻的陷阱啊，只有爆破陷阱，给它爆破陷阱，到处放放好了。有没有什么可以作弊的地方，躲着不要被打中之类的？ 我把火线来放陷阱，神社刚刚派什么？我神社刚刚都派伤害，放了一圈啊，放了一圈，没有办法叫坐骑，我想要叫一只坐骑当那个目标物，看能不能，究竟拆不拆得掉呢？ 加速啊！我是要重伤害啊！ 防锁，好啊，试试看。虽然看起来还蛮绝望的这个，会不会玩邪灵入侵二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邪灵入侵有二啊、哦？没有注意到这相关讯息。防锁，尝试看看吧。这个应该是比较没有用，在打雷霆牙的时候。 那我也把它改造一下，操控吧，让我可以很快的绑。
然后我可能不能乱跑，不知道躲在这里行不行？哎，这里有那个屏障，说不定他会不到。 还是输了，都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位置，还是输了。<笑>因为里面要用对属性。有啊有啊，我用冰啊，冰把它冰起来了。回来喽，灰灰。 遇到难题了，真的遇到难题了，连那无敌洞都没有办法帮助我取得胜利。后面还有比这个更硬的敌人，只要你没有打到弱点就没有伤害。哭哭。 我可以在这边放很多陷阱，这样会不会很瞎？我觉得就试试看啊。Nearly ready.
一次炸给你死！放心啊，萝莉鸟连星王都打得赢了，只差堆尸吧？那么堆，这次就拆他装，拆不下来啊！刚刚好难拆啊！ 准备好了，飞飞下下没玩新难度，有啊，这就是新难度，极难。好像太远。 再补！ 头就在眼前，好可怕！再一根。 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